黄色小鸭今仔正是伫鸡笼港搭改定见面哦。早起落雨又过真冷，只有十二度，也毋过有真侪民众是非常的热情，规家伙啊大细拢做伙来看这只古锥的鸭。黄色小鸭会陪大家一直到明年的二月八号。这雨规工就唔捌停过，十二度的低温，但是这民众还是真热情，穿高靴啊，加雨伞，伫风雨中伫翕相，就是为着这只伫鸡笼港的黄色小鸭。港口就参像伊的业主同款，受甲真欢喜。小朋友没看过啊，对啊，所以就一大早就来了。那现在看到感觉呢？很开心吧。第一次看到很开心，觉得很可爱。会，嘴巴很红，然后眼睛很黑，身体很黄，也很亮。除了规家伙总动员，阁有真侪男女朋友来遮伫约会，两人也一支雨伞。虽然讲是光秀秀，但是比比啊笑黄色小鸭，予人规个人拢温暖起来。现在呀，好冷哦。很冷，要待继续在那边待着看吗？我刚才看你一直在拍照嘛。对啊。下早起十点，这典礼正式开始。观景平台顶头有歌手在唱歌，还有钢琴家陈冠宇演奏。黄色小鸭搭配着现场音乐，看起来是更加古锥。但是张素红声讲，创作湖南艺术家霍夫曼，伊发表公开批表示，会场顶头出现真多无经过授权的商品，可以是真受气，因此拒绝出席记者会。基隆市政府配合了。黄色小鸭快乐基隆游各项的工作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而且在十点过后，汉阳广场顶头民众就愈来愈多。小鸭就在汉阳广场头前的三十米，面对中一路八个山所在，即时开始一直到明年二月初八，一直踮在鸡笼港，陪大家斗阵度过圣诞节、跨年，还有旧历过年。在五十天的展期内，估计带来600万的人潮。以上综合报道。